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翻第三節，嗱呢一節咧，其實就係我哋真係預咗要講嘅題目，因為事實上亦都即係相當之重要嘅。佢重要性咧，就香港人一般係唔係太察覺嘅。巴基斯坦咧個總理咧就因為個巴拿馬文件嘅揭發咗佢個貪污咧，就被即係法院 DQ 咗。咁而家佢真係落咗台嘅。對於如果講巴基斯坦任何事情咧，觀眾係冇興趣，一定熄機嘅，因為阿叉啊嘛。OK， 但係咧你睇住新聞，你要問呢個問題就係咧，巴拿馬文件咧入邊牽涉咗好多香港嘅事情嘅。嗱，舉個例啦，譬如入邊有講到成龍嚇，入邊有講到李嘉誠啊，即係好多啦，唔知仲有其他啦。大家又記得一樣嘢，就係咧，當年啊劉俊圖咧，即係被斬嘅時候咧，之前咧，事實上佢喺明報咧就應該有一條 team 咧就做緊呢個巴拿馬個文件入邊一啲即係相關。都兩三年前我記得，兩三年前嚇，或者嗰陣收咗一個即係特別嘅一個 file， 入邊有好多嘢。咁你可以其實有一個推論嘅就係、是，咦佢嗰、那個即係遇襲案同？即係呢啲文件入邊嘅部分嘅資料有冇關係咧？咁所以我哋去睇個新聞嘅時候咧，我哋就唔係睇話啊呢、這個巴基斯坦個總理咧就因為入邊揭露咗個貪污咧被 DQ 咗。你反而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成件事呢個巴拿馬文件佢發生效果即係局限喺巴基斯坦度？因為咧你睇嗰度咧，全世界 N 咁多 Q 人咧。呢個包括埋西班牙嘅導演咧，個阿馬多夫都有呢個離岸嗰、那個嗰、那個 account， 咁點解會就咁咧？咁呢單嘢阿 William 查到啲咩出嚟啊？其實佢呢單嘢咧，即係到今日啦，巴拿馬文件幾年嘅啦。呢個應該嗱特別要提啊，因為入邊牽涉到中國嘅事情都相當之多嘅。多咁啊，即係最新嗰個消息就係話咧，巴拿馬文件其實幾年前顯示咗出嚟咧，嗰個謝里夫佢係喺海外係有一啲即係離岸資產啦。第二佢就有啲大公司喺外國嘅。咁咧反對派其實就一路都係喐佢呢樣嘢啦。咁今日到正式佢最高法院 DQ 佢之後咧，佢亦都係接受呢個判決。咁跟住後續會唔會告佢其他嘢？呢啲未知之數。拉唔拉佢坐監？係啦。咁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就係、是。巴拿馬文件發出嚟咁耐咧，到今日都冇乜，未有話邊個係真正攋嘢嘅，即係俾人知道啫。甚至乎之前好多網站都會將每一個嗰個俾人起，即係相關文件嗰個人咧起曬底出嚟。咁香港好多人士都係喺個名單入邊、文件入邊，但到今日係冇一個香港嘅即係相關人士係受到任何影響。係咯，係咯，唔係而且最大禍一樣嘢就係個文件出咗嚟之後，理論上佢應該好有爆炸性噶嘛。但 nobody cares， 冇人理，系嘛？你做咩？跟住你即可能有人俾人搞下你，咁跟住就收聲啦，系嘛？咁呢個證明咧，即反而證明一樣嘢，就係入邊嗰個文件咧，我相信咧，即嗰個震撼性應該相當之高，一定會嚇。高度係根本出唔到界，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大家只能夠以巴基斯坦咧作為一個安慰獎啦。啊，起碼有人冧咗。不過就唔喺香港，遙遠嘅係好遙遠嘅巴基斯坦，你都唔係太關心咁樣。嗱，但係我想問阿 Dennis， 因為你覺得你老本行啦，其實而家即係去做呢啲離岸啲 account， 其實係咪即係一個世界通例嚟嘅？都係，即係成日所謂咩全球一體化啊，賺錢啲離岸呢啲好 common 嘅而家係啊，亦都好易做。但是其實香港就因為雷曼爆煲啊呢樣嗰樣啦，即係講遠少少，開户口其實就比以前誒，你講開户口，因為大家即係而家即係好似跨欄咁啊，大佬一百米係跨過你跨唔到個欄，110米跨欄啊，大佬係嚇如果你開新户口仲大鑊，
開個公司户口是有史以來最難的。你那層 layer 你是要看到呢，即是刮到即是除衫都不夠你要看到裡面的 organ 才行真的是這樣的。是不是現在不是即是他整個 account 的 system 你要看完咁即係總之你要睇邊個 hold 住呢間公司，嗰、那個邊個 hold 住，咁樣好麻煩。係呢、這個同雷曼爆煲啊、洗黑錢啊，即係防即係怕你洗黑錢嗰啲有關係。嗯，但係咧，即係大家又唔好話咁幼稚啦。即係有咗呢個 system， 你開户口好難嘅，真係洗黑錢。其實洗黑錢而家係好易。係你越大間公司就越易洗黑錢。係即係講真，上有咩上有上政策，下有對策，係啊係啊嚇。而家呢個情況咧。就真正搞到咧，就係嗰啲小商户，大商户咧就比以前更加自由，去調動呢啲錢。即係而家調動嘅錢咧，即係我諗你做咗呢行你知啦，基本上係一個一秒鐘嘅事嚟嘅嘛，撳個掣，撳個掣就搞掂嘅嘛。所以香即係大陸嗰個走資嘅情況咧，基本上係治唔到本嘅。嗯，你而家只可以透過一個行政嘅方法，即係俾你，但係咧。即係真係走到咧，其實就即係易如反掌、啊、你只要嚟香港買多幾層樓，買下呢度買下嗰度，其實已經走曬出去嘅，係嘛？係啊。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稅務安排咧。其實而家係咪即係好似巴拿馬文件入邊所講嗰啲咧？即係呢個世界係有避稅天堂嘅。其實仲有嘅嗱，雖然唔多，但係就應該咁講啦。比在雷曼爆煲之前其實就所謂少了一些，因為你個個國家都已經要搵錢了嘛，好像之前你記不記得瑞士不是被美國佬都動了，瑞士銀行遲些 都做不到以前的事情，因為目標太大嘛，但是現在譬如那些開曼群島啊、巴哈馬的仍然都是那些，這些我又不太清楚，反而都還是二還是二還是二現在即那時候就有個法國佬寫一本書就叫 Capital，咁我提佢提供一樣嘢，就係咧個經濟發展咧，即係長 in the long run 咧，其實係益有錢人嘅，就唔係益嗰啲肯做即係好勤力嘅人。唉，呢個世界肯做嘢係唔會令你即係唔會發達，唔好話發達，唔會令你成功啊。係。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就一定要即係去追翻呢嗰啲避税。咁但係書生之見啦，呢個世界從來都係。即係梗係避税啦，唔避税大佬點會發達啫？特別係啲球星啊，特別係球星，而家美斯、C 朗，美斯使唔使坐監啊？嗱，西班牙咁嘅，唔超過兩年可以罰錢，係緩刑咁樣嘅。但係好似阿 C 朗好唔開心喎，佢。阿 C 朗屌錢啊嘛！唔係佢，唔係即係好似話佢直情唔想踢皇馬，佢要翻去曼聯咯，堅定留。算啦，呢個呢啲傳一傳，同埋始終佢而家年紀大，33啦，就差唔多。32啦，佢32，佢簽下一個約就退休啦嘛。退休啦，所以佢一條自己諗清楚，到底喺邊度。唔係老實講，佢而家收山都 OK 啦。唔係呢個人咧，我好憎佢，因為我睇馬體會，我死定我日少佢啊！電視機又好，上次歐聯兩次決賽都好，我都係兜得咪係咁。喂，點解會中意馬體會？我想問，即係 by the way。我要開個新節目講。係啊，呢個唔可以喺度講啦。都係嗰句啦，因為我係屬於出身喺邊度就係支持馬體會。知道，咁呢個都要講，點解會講球星咧？其實咧，好多球星佢都係出現個避税問題。近年喐得佢哋最勁嗰個就係西班牙政府，點解冇錢咯？冇錢啦，完錢啦，完利馬又即係頭先我哋嗰個節目講，嗰度教堂點起啫？咁咪呢啲錢嚟咯？錢嚟咯，就係咯。嗰個巴塞羅那嗰個教堂咧，到今日都未起完，起咗好多年。你有聽頭先？唔係，我一路都知呢個嘢，都好出名。我都係一個 half of Spanish 嚟噶嘛，即係你見我啲西班牙文講到咁流。因為其實巴塞隆拿呢個教堂咧，已經起好多年，而且佢嗰個嗱啲觀眾唔知道我哋咩嘅，因為頭先咧我哋做嗰個 LEGO 節目，我哋講少少，但係咧有個人就是、一個好著名嘅建築師，咁佢有一個好超凡嘅設計，就係、是、巴塞隆拿一個教堂。咁、那個教堂咧起極都唔完嘅，即係頭先我個比喻就係皇家衛式嘅一個起屋嘅方法，起屋方法。2046，唔係佢真係起到2046嘅，唔係講笑啊！因為而家話即使用電腦咧，再幫手咧，佢都係2050年先至即係有機會起好啊。嗯，因為佢捐啲錢係靠咩咧？靠啲眾籌。眾籌係啦。嗱，頭先我哋講嘅講笑嘅就話，個西班牙政府冇錢起喎。咁啲錢喺邊度嚟咧？咁啊啲球星咯，揾啲球星幫手起，幫手抽税起咯。你話好重啊，抽咧。咁我哋翻一個正題就話頭先嗰個即係呢個經濟學家就講咧，即係實際上咧個世界之所以個貧富不均得咁嚴重咧，
不是我們的稅制本身有問題，是根本實際上那個稅本身應該抽而抽不到，因為出現了 tax heaven 這件事，因為有即係避税天堂呢樣嘢，特別是中北中美個加勒比群島嗰一堆國家。啊、而但係嗰批國家咧，如果佢唔係靠呢樣嘢食糊咧，基本上個國家唔可以生存嘅。嗯。啊，即係基本上都係簡單嚟講係農業社會嚟咯。嚇、啊，種下甘蔗啊，打下魚啊咁樣。世紀帝國啲發現時代喺度。係啊，翻去嗰個年代㗎。嗱好啦，我仲有少少時間咧，就應該講講咧日本嘅。咁日本咧，大家知道啦，其實就嗰、那個政局咧有少少不穩嘅，就因為咧呢、這個安倍晋三咧、那個民望咧就應該係佢上任以嚟最低，最低。同埋咧就日本嘅民主黨嗰、那個黨魁係咪應該叫黨魁定黨主席？我唔記得。蓮舫咧就辭職，咁就第一個嗰個新聞咧，其實就有啲影響，因為如果安倍晋三如果佢坐得穩，繼續坐得穩咧，日本咧必然修憲嘅。你佢可能未必撞，即係跨得過呢關，但係佢一定會做推動嗰個自衛隊嗰、那個，即係將自衛隊變成一個正即係正式嘅軍隊。咁、如果一旦咁做嘅時候咧，係成個東亞區嗰、那個格局有改變嘅。這個有可能翻嚟影響翻香港嘅。呢、這個會嗱、香港我始終係擔心一樣咩嘢，唔好擔心啦，因為即係今日都唔輪到我擔心啦。喺中共嘅意圖入邊咧，香港有可能變成一個軍事港，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因為最近高鐵唔係高鐵就地理嘅問題啊，係啊，高鐵。因為如果即係佢解，即係如果解決到嗰個即係資金嘅流出，或者係可能其他城市將來某一日取代到咧，香港值得落嚟有用嘅地方咧，就喺度駐軍，因為深水港。嗯，呢度一駐軍嘅時候咧，即係講唔係而家呢度駐軍喎，係大量駐軍嘅時候咧，下邊成個東南亞嗰個格局就全變出現影響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上邊喺呢個即係東即係呢、這個北日本嗰度一改嘅時候咧，有可能下邊呢度都一齊改埋嘅。但係呢個就唔會喺短期內之內發生，呢、這個就要即係香港成個。啊！大港灣啦，大灣區換血完成之後，換血完成之後先至咩？咁但係美國佬唔係傻嘅，美國佬而家其實都一路睇緊你玩緊咩嘢。佢知啊嘛。美國佬睇緊玩緊咩？但係咧，日本嗰個改變咧，其實係美國佬熬不透噶啦。呢、這個喺阿 William 同我哋做嗰、那個即係廣島原爆嗰個紀念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提到嘅 point 就係、是，當奧巴馬同安倍晋三走咗去珍珠港，同埋去埋呢度。一齊露面的時候咧，呢、這個代表就是美國睇美國睇法，呢件已經係一段歷史嚟噶啦。雖然大家交過戰，但係咧呢、這個歷史如果係過去咗嘅話咧，日本係應該有理由重新建軍嘅。咁安倍晋三如果佢坐得落嚟即係定嘅話咧，呢一步一定做嘅。其實你睇到啦，自小泉之後，啲首相小泉純三郎，小泉純一郎，因為多兩個啊，純三郎我諗緊，係佢可能想下當初咁嘅事。唔係咁小泉之後咧，其實冇咩日本首相可以捱超過一年以上。哇，係哇，之前真係走馬看花，佢直情好似日本戰前嗰個狀態咁樣啊嘛。嗰陣時嗰啲總理咧，一係就落朝代，首相，首相咧。一係俾人懟冧啊！一係就俾人，一係就辭職啊嘛。係啊，咁所以就佢就係因為靠佢喺上台之後，佢個經濟個改革，個安倍經濟學其他原因啊，或者佢對外啲比較同其他首相嚟講強硬啦。咁就即係振興到日本個國民嗰個士氣。唔係，仲有日元貶值啊！係日元貶值啦，加上日元貶值，即係影響香港原因就係因為貶一日元貶一值，有好多人去，係好多正面影響。正面影響咧，對香港人。其實真係好似到日本鄉下咁樣啫，係啊，係咁去，係咯，即係我識有啲人咧，成本 passport 都日本啲，嗰啲唔係要去日本，要翻日本咯，係啊，翻日本係啊，但唔識日文咯佢哋，係，即係最好笑嘅，因為咁又講啦，即係其實今次喺即係近呢幾年日本嘅國內政治嚟講咧，係好少見到連番大地震啊，連房嘅辭職。他哋嘅防衛省嘅大臣嗰個叫做佢個名田稻田稻田稻田憑美啊，稻田憑美。咁呢、這個佢樣咧，其實可以去想睇下咧，係佢樣係咁。嗯，但係佢60噶啦。但係佢係咩啊？外交。佢係外交。唔係國防。國防係啊。佢出訪過美國啦。
佢係一個語言能力好強嘅人嚟嘅。係。咁佢亦都係屬於強硬保守派。點講咧？安倍嘅內閣其實都係屬於亦屬於啦，可以咁講。唔係，你應該調轉講極右派係嘛？佢冇咁講，因為佢係保守，啊、但係佢維持翻即係嗰個日本嗰種比較右嘅立場。佢、嗯、否認為佢覺得慰安婦咧冇存冇呢樣嘢嘅存喂存在，唔係冇呢樣嘢存在，但係嗰個時候戰爭係容許呢樣嘢存在、嗯。所以我今日唔使同你賠錢，唔使同你道歉，咁、嗯、就激南韓、激中國呢啲咯。咁、嗯、好啦，另外。佢亦都喺好多一啲日本嘅社會問題持一個好保守嘅態度，嗰啲咩嗰啲兩公婆嘅性啊啲問題啦，咁、嗯、咧，所以呢個人咧係非常之強硬嘅女性嚟嘅，咁佢亦都係得罪咗中國同埋特別係韓國啦。即係我諗，如果佢唔冧嘅話，佢可能將來都做首相，有機會。呢、這個問，因為日本未試過女首相，女首相係，我記得係未試過女首相呢樣嘢。咁都凡事有第一次，呢個都要講啦。呢、這個好難。而喺日本嗰種咁保守嘅社會風氣，你要去改變佢個根基，係難過你真正同一個即係一個講師咁講啊。某啲 AV 女優上床，即係咁樣假設啦，你唔好又插我 OK。因為日本嗰個傳統保守程度，你哋係好多人即係你係好詫異，包括佢嘅排外性，佢嘅文化嗰種排外性，好多外國人去日本好多年，都係俾日本主流社會排斥。嗯這個、特別是韓裔人咧，呢啲我有啲識添嘅，有啲啊，佢其實好慘嘅。係啊，呢、這個社會係好保守不得了，即係好多嘢既定嘅，一定要係永遠都係行呢個方法噶啦。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先係日本。係、嗯、啊，所以點解蓮芳辭職有原因嘅？因為佢根本唔係日本人，台灣有人覺得佢唔係日本人咯。啊啊，日本人唔覺得佢係日本人。係啦、啊，但係台灣人亦都唔覺得佢係台灣人啊嘛。但係點解佢可以做到咁好咧？兩面不是人。佢嗱問咗你一樣先，你年紀細，你有冇見過蓮芳著衫點色先？冇啊嘛，其實有噶，你而家揾你真係揾到噶蓮芳一個三點式嘅泳裝照啊！嚇，佢後生嗰時係其實佢都而家佢呢個年紀佢都算靚嘅。唔係你未見過後生嗰時候啊？後生嗰時候就即係係散鏡噶。但係佢嘅問題嗰、那個國籍問題，國籍問題佢放棄咗噶啦。佢而家話佢邊個雙重係邊？話佢有即係台灣嗰邊嘅。哦亦都有日本國籍，即係有中華民國國籍，係啊，亦都有日本國籍。係，但係咧，其實佢好耐之前就已經係唔係好耐之前俾人好耐之前俾人踢化，但係咧佢之前已經講咗話，我已經退出咗中華民國國籍噶啦。嗯，但係就一路大家知道就係日本係一個唔允許有雙重國籍國家嘅。嗯，係。咁就算我問咗你討厭，以我推測，中華民國國籍嗰個國籍法就係佢哋呢啲唔係真正嘅國民，嗯、因為佢冇户籍。放在台灣，他只能算是那種叫僑民，就好像謝公那些，他們都有這本的東西、嗯、他們入台灣是要申請簽證的、哦、要申請一個另類入台證，而且他們那本 passport， 但我搞不清楚他蓮舫現在說他雙重國籍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他沒有撤銷到他的中華民國國籍，那為什麼他不做呢？他申請了，申請了日本就駁回他的申請。哦，咁即係俾人整蠱啦。呢個係明搞你啊！始終佢哋都係要保持嗰種就係、是、純潔嗰種即係血統啊。嗱、嗯，即係好可惜咧，因為我又唔識日文啦。咁佢啊，蓮芳講嗰隻日文係咪好純正咧？其實呢個應該考究一下嘅。即係有冇口音嗰啲？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應該考究一下嘅。但係佢即係上到呢個位咧，其實已經唔容易噶啦，因為咧。即係你講話做唔到即係首相啦，但係你做一個即係黨嘅領導人咧，一位女性其實都唔容易嘅喺日本係咪、嗯？你試一間即係公司啊，日本女性要做到嗰、那個即係最高嘅位咧，基本上係好難好難噶嘛、嗯。所以佢做到呢個位咧，其實已經有一定相當之嘅實，即係真係好犀利㗎啦。咁佢之所以搞唔掂咧，就是、因為嗰個東京嘅選舉出咗事。係啊，東京都喎、啊，東京都嘅選舉。好啦，嗱，咁基本上咧就呢、這個兩個情況，大家睇新聞都睇到啦。咁但係阿 William 嗱，我哋想進一步預測啦。你估呢個安倍晋三坐唔坐落去咧？再睇下近呢幾日發展先，佢內閣改組，嗯、因為而家佢係有意改組嘅。咁、嗯特別突然頻尾嗰度，我都要補充一下佢點解話要辭職咧、嗯？就係、是、日本佢嘅自衛隊喺南蘇丹係有維護部隊嘅。咁、嗯、其實咧，
每一日咧，佢哋執行任務嘅情況都要公開嘅。咁滔田咧就因為佢就唔同意，就每一日啲細節全部公開曬出嚟。啊，譬如個士兵有冇瞓覺，或者走出去行下，即係出啦，就係去咗休息。但係呢樣嘢就即係被指責啦。咁其實呢單嘢，我覺得咧係門面嘢嘅，因為一啲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唔會話鬧到佢要辭職嘅。而我覺得冇噶呢啲嘢。喂，冇人講邊個知啫，即係冇人煲，又搞一打，基本上好小事嚟嘅。另外一單咧，點解安倍搞到咁咧？就是、因為佢喺之前咧有一間大學嘅學院，係嗰個，就嗰干預事件，就話佢咧喺度即係學術干預。嗰個係獸醫系，係啊，獸醫系咧，即係同成打樣。係咯，干預。咁咧問題嚟啦。有人就開始日本人就會覺得，喂，你係咪權力過大啊？即係你係咪即係自我膨脹得太勁啦？咁啊，支持度係突然之間跌得好誇張嘅。但係有人認為點解佢今日仲然可以繼續存在呢？日本人唔想再出現過往成日係咁換首相啊！唔係，而且以前啲首相都廢嘅。廢呢、這個真係唯一，即係呢個咧就其實廖化作先鋒啦，稍為近少少榜。但係咧，好坦白講咧，日本有邊個首相唔貪污，有邊個首相冇事？個問題就係你要料唔料啫嘛，係嘛？基本上一料。如果你話小事作多，大個個都諗得嘅。不過日本財閥政治呢個事實嚟噶嘛，由戰後去到今日都係噶嘛。三菱呢啲大財團一路背後支持你哋嗰個民主黨，即係民主黨啦、自民黨啦嗰啲計劃噶嘛。政商合一咪政商合一咯？呢個日本傳統佢個五年嘅政制，再撚埋財閥政治，一路由戰後到今日，而且都係咁樣。美國佬係默許嘅，默許嘅，因為美國當初佢想改變日本嘅時候，其實如果單嘢令到佢唔改變嘅，就係韓戰。因為他發覺原來日本是可以提供很多戰爭物資給他、我自己有看法的，我覺得日本的政治發展就不只是看日本的，現在日本的形勢周邊地區，周邊地區、理論上是這樣的，哪個首相搞得定現在日本這個經濟困局呢？這個一定搞得定的、但是反過來說，日本裡面太多這些建制盤根錯節的勢力是不讓你去、就是、做一些翻天覆地的改革。咁你要期望一個人佢能夠做到呢樣嘢咧，就唔喺日本內部發生，就喺周邊地區爆大鑊。你就一次過搞掂佢。咁而喺呢個問題上面咧，美國佬係會出一把手嘅。嗱，頭先我不斷強調一樣，就係其實美國佬係想日本抗軍嘅。想梗係想。美國咧，即係日本抗軍咧，係解決咗美國喺呢個太平洋同埋東亞區一部分嘅壓力。即係佢唔使老遠，啲鑊鑊都嚟自俄羅斯遠東啦。係啊，朝鮮半島。佢如果譬如話日本係親美嘅話咧，一定可以夾實你俄羅斯同埋中國兩個部分嚇。咁而家下下咧都要即係整幾隻航母艦戰鬥群過嚟咧，就即係長期嚟講，美國都唔係覺得太妥當。特別係而家呢位即係 Donald Trump 咧。成日都要你哋負擔軍費啊，係起埲牆都要你俾錢，要俾錢啊咁樣。咁日本仔要做呢樣嘢咧，就即係個前提就係、當然佢要變成即係、一定係美國佬只馬啦、如果你話又走翻以前嗰度同美國佬開拖嘅咧，點啦？但係機又係你只馬，呢只馬又係自己科水走去做軍隊嘅話咧，呢、這個就係美國佬喺呢一個區域嘅最。完美的解決方法嚟嘅、所以即如果你北韓嗰度嚇生性性再射幾支，美國佬話要喐你，喐完你之後又好彩，兩岸統一，咁跟住日本咪抗軍咯。兩岸統一之後，這個構成日本抗軍嘅一個絕佳嘅理由。一定可以啦，佢同日即韓國，你知佢哋素來關係唔好啊嘛。佢有個咁嘅藉口或者原因去抗軍，或者係即簡單嚟講，就係將嗰個日本嘅和平憲法。將佢修改但係要行呢一步咧，其實就最大嘅難關係日本人自己嘅心理關口。另外一樣嘢，天皇嘅問題天皇都要避開佢噶啦，而家都唔撈噶啦。天皇因為天皇嘅問題係以前天皇係有實權，但係日本即係而家個和平嗰個憲法就係規定天皇係冇實權嘅。唔係，但係但你都咁講，如果你而家個天皇佢 say no 嘅話咧，這個首相都難搞嘅。佢 say 唔到 no 嚟，因為佢自己咧要退落。唔係佢唔想 say， 即係佢又唔中意，但係佢又唔想 say no。佢俾咗射個波俾個仔啊嘛，俾個仔咯，咪就俾個仔搞掂佢咯。個仔咪再射俾個仔啊，一路咁樣拖。咁呢個就係日本而家嗰個情況啦。如果你睇翻。從呢個明治維新即係前後，即係之前，即係要打到幕府嗰個原係完全兩種文化嚟嘅。
但我又不明白了，為什麼國內他們是有反對聲音不想擴軍，即是不想修憲，不想修憲，是心理關口，日本人很保守的， 你受過兩粒原子彈呢，你就真的不想再來多一鑊，因為這個是 imply 什麼，將來有機會打仗嘛，你叫現在日本人打仗，哇真是採你有味啦大佬，真是他們即是怎麼說呢，日本最濃厚的和平主義的城市兩個，長崎和廣島，好像我哋有節目都講過，就廣東人的和平。你不需要解釋的，你受過兩粒原子彈之後，你就和平主義了。嚇，掉完你就和平主義了，你唔使呢個呢、這個同你包唔包容啊，大唔大我冇關係。冇完全冇關係，係啊。即係即係都要提一提，就係近期南美個局勢啦。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嗰度幾日反對派出嚟搞，即係號召全國性罷工。咁其實全國除咗連埋加拉卡斯即係首都加拉卡斯之外咧，全國都已經係即係陷入嗰種全面性警民衝突。我哋啱今日嘅消息就係美國已經撤走佢嗰個外交人員。外交人員。咁美國如果一旦撤橋啦，撤走外交人員咧，其實你留意一下過去好多地方咧，一旦撤走佢嘅局勢。係，再嗰一派係完全惡化，咁甚至委內瑞拉同大家講下咧，而家已經去咗個臨界點啊，因為過去幾年嘅一路反政府嗰個示威一路都冇推到最高點，但喺今年近呢幾個月咧，係已經忍受唔到，再要加埋近期即係你 DQ 嘅事件啦。唔係，你應該講一樣嘢，一個鏡頭就睇下啲人喺垃圾堆揾飯食。啊！而家去到咁樣嘅，要買廁紙係行過哥倫比亞嗰邊先買到嘅。係啊，哥倫比亞都好危險喎。你咁啊，對比翻落去唔危險？係啊，係啊，安全啊，安全好多。我覺得但係好多嘅，即係你去到呢個地步，有邊個唔造反啊？大佬，即係個社會個制度崩潰咗啊嘛。係，而家係完全唔係，因為冇政府啊，基本上而家冇政府主義。因為佢根本係即係最簡單嘅，所有國家都係，如果你連佢最基本個生活嗰啲必需品都解決唔到咧。咁你就撲街啦，就好似今日嘅南蘇丹啊，委內瑞拉呢啲，咁所以真係理論上咧，其實呢啲即係國家南蘇，特別南蘇丹啊，阿威廉同我講好多次嘅要講嘅，但我都冇辦法，因為呢啲地方咧，你距離香港人嗰個能夠感受到嘅經驗太遠啦，即係你講嘅純粹係你知道，因為我識一個南蘇丹人，嚇，所以我佢有同我講過關於佢家鄉嘅嘢，啊，佢係基督，佢係天主，即係 Christian 啊，或者天主教啦，我唔記得咗。但係佢咧就喺長期喺美國嘅，咁點解我識佢咧？就因為佢咧係我嗰次即係去台灣揾我前女朋友啦，咁我跟住我又飛去菲律賓，咁喺我喺機場等飛機嘅時候咧，咁我隔離個黑人啊見到 passport 咁得意啊，但係佢又有另外一本 passport 美國，跟住我。哥，你可唔可以幫我望我？你嗰啲 passport 啊？哦，我係南蘇丹人，嚇，跟住同佢傾咗一陣偈，佢又將佢故即係南蘇丹發生嘅講俾我聽，包括啲同蘇丹嘅衝突啦，包括係即係佢哋國家建國之後，根本就日日都喺度俾你扮你揼我，我揼你，嗰啲紛爭不斷，利益嘅衝突不斷，國家嗰啲基建問題，甚至乎今日佢嘅首都都冇咩建交國家係有大使館。但係知唔知一樣嘢？南蘇丹有冇油咧？有成件事的罪惡之源嚟啊！就係呢樣嘢，因為有出去，就搞到咁大鑊咯，真係。跟住佢就話我我好想翻屋企，但係有家歸不得。我覺得美國好啲，點解？因為美國舒服、自由，起碼唔會有人面對呢啲嘢。佢咁樣同我講，咁就南蘇丹有機會同大家去解釋一下啦。我就唔會去啦。OK， 因為真係即係入有入。冇出，真係噶，有人冇出噶，呢啲真係唔係講笑。因為佢到今日，你諗下，有維和部隊嘅國家，佢嗰個治安程度係會得幾好啊？啊，有由維和部隊嗰個地方，你千祈唔好去，就咁簡單咯。有維和部隊嘅地方一定和平。佢都俾人揼緊啦，仲保護你，你冇玩啦，大佬。係啊，係咯。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已經12點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拜拜。